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爸爸是个好丈夫，是个好父亲。爸爸回来了，哦，那我们快点 ，OK。但家长也会对孩子撒谎的。直到今天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错在爸爸，还是错在妈妈。爸爸永远的爱你啊。谁先撒谎呢？也许有一天，我会知道答案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跟妮娜。但从此以后，我就有了这份特异功能。你真的是我的唯一。就是能看到一个人这一生撒谎多少次。听说你灵验无比，能帮我算一下吗？ My pleasure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一个人。你看到了一个人？我看到了你生命里的一个女人。她有像你一样那么漂亮吗？有。有孩子吗？没有孩子，不过她很漂亮，而且她的 fashion sense 很 Gucci。我还闻到了咖啡，很浓很香的咖啡。他是开咖啡的。我的 gift 是看穿别人的谎言，有些人的 gift 是利用别人的谎言用来做坏事。这是什么 ？Cake。谢谢。等一下带你去的地方，你一定很喜欢的。去哪里啊？我以为他会带我去一个很特别的餐馆。Hello， 爸，这是我朋友嘉怡。Welcome。Hello， 安哥。来来来，进来，不要客气。没想到是带我去他的家，不过想想他也没有说过要带我去餐馆。这里的气氛和音乐都很不错，至于食物嘛，我爸今天特地请假准备的满汉全席。谢谢。嗯，哇哦，果然是 Master Chef 的水准。你煮的？嗯，我爸以前是五星级餐馆的总厨。哎呀，我现在啊在敖岗卖直叉了，有空过来吃啊。为什么辞职？试一下这个吧。妈很幸运，会煮的男人不多。其实我妈已经去世了。 Sorry。 哎呀没关系啦，我就是她的 mother 咯。她是天下第一 father。 卖 drama 啦啊，父亲节才对我好啊啊啊啊你爸爸也一定很疼你吧？但是你会不会来看我吗？佳怡，佳怡。吃饭吧。谢谢，这个颜色跟你的衣服很 match。我这样会不会很 sexy 啊？男孩子喜欢。
我就要这双了。嗯，好。Hello, baby. 今天是 weekend, 你还需要加班啊？Sorry, babe. 不然这样，明天我带你去一间新的 club。我要把你介绍给我朋友，让我 show off 一下。嗯，那好吧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你的 boyfriend 真 lucky。Miss? 嗯？啊、哦，谢谢谢谢。还要加饭吗？饱了，这果然是 five star dinner。我可以跟你 share recipe， 你可以叫你的 mother 煮给你吃。哦，我的父母亲已经离婚了。哦，拍谁啊？没事，妈妈都已经改嫁了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她现在人在澳洲，我们也偶尔保持联络。那你为什么没有跟他去澳洲啊？不想。难道这里有你不舍得的东西？佳怡啊，谢谢你今天来和我一起庆祝我儿子的生日。生日？他没有跟你讲。哦，他没讲啊。你等一下啊，我去拿 cake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爸很会煮，你没骗人。我从来不撒谎的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一直讲真话不觉得辛苦吗？辛苦又能怎样？逃避也不是办法。有些事情我们要学会接受。靠讲骗话就能逃避了吗？你所说的事情，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靠讲骗话就能逃避了吗？也对。许个愿望吧，进啊！我希望，如果有人撒谎，我会知道。许了什么愿望？啊，算了算了，别讲，是好事吧？当然。那我祝你如愿以偿，愿望成真。有时候愿望成真也不是个好事。 Anyway， 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吃蛋糕。刚才的晚餐希望你喜欢。哦，很好吃啊。我说过
那里的环境很好，我没骗你吧？没有。我也说那里的食物很好吃。是很好吃啊。所以我都没有撒谎。I get it， 你从来不撒谎，你爸爸也是个好爸爸，看得出他很爱你妈妈。我相信你爸爸以前也一定很爱你妈妈的。也许吧，我不知道，很多事情父母都不会跟我们说的。Larry，你是个好人，你爸爸他也是个好爸爸，但是你不应该百分之百去相信一个人，这样做的话会很容易会受伤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每个人都会撒谎，包括父母亲。我爸爸以前是五星级餐馆的主厨，工作压力很大，而且那里的水准要求也很高。这是大便吗？垃圾啊，这个是垃圾，你知不知道？教你酱油吃你都不会，这么容易煮的东西你都没有学会，你是猪脑是不是？我听说以前有一些小厨师都会给他骂的狗血淋头。不过我爸每次骂了人回家之后都会很难受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。为什么？后来有一次有一个 junior chef 没有来上班，我爸之后才知道这位 junior chef 是因为受不了我爸一直骂他而企图自杀，幸好没成功。不过这次之后我爸就辞职了。这件事我爸没跟我妈说，因为当时我妈躺在病床上，她一直都很希望我爸可以永远的当总厨。不需要跟我说这些。当时我妈要死了，跟我爸说千万不能辞职，我爸答应了。当时我已经知道他在撒谎。后来我知道我爸骗了我妈，心里一直都很难受。一年后有一天在庆祝我的生日时，我爸跟我说，莱瑞啊，答应我永远都不能撒谎。我答应你。撒了谎，你就一辈子很辛苦、很假了的。爸，我不会的。还有，妈会明白的。你真孝顺。因为你是个好爸爸。我爸是撒了谎，不过我还是很相信他。
一直都会相信他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完完全全去相信一个人，这好像是一种特异功能。全心投入。啊？相信一个人就要全心投入。你说的跟林燕姐说的一模一样。林燕姐可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哦。你说的简单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如果，如果你有种特异功能，就是人家撒谎，你马上知道。怎么知道？就好像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，你撒谎一次，号码就会爆一次，这样。有这样的特异功能，所以你看得到。如果我说我看得到，你相信吗？相信。我真的相信。不过，号码会出现在哪里？你是怎么看到的？哦，号码。她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朋友。So, 你刚才许了什么愿？我刚才许愿，希望有一天你会完全相信我。全心投入，真的那么简单吗？也许 Larry 和林燕姐说的是对的，全心投入去相信一个人。明天我有空啊，我来接你。OK， 你也是我的唯一。Sweetie， 我等一下 call 你好吗？拜拜。Lynette。你怎么了？Nothing。谁把你弄哭的？我看你这个样子，我心很疼。我没事。你可以告诉我一切，我愿意听。你今天不需要去上班吗？我看你这个样子。哪里还有心情上班，对吗？我今天要一直陪在你身边。
那个人一直在骗你呢？也许 Larry 说的是错的，全心投入的去相信一个人，但如果那个人一直在骗你呢？闭上眼睛。